对方拢有法度成佛，拢有法度帮助众生，因为轮回是艰苦，更加好呀又怎么样啊？更加缘投又怎么样？因为都是短暂的。那众生同样跟你是解脱生死，不但有法度帮助家己解脱生死，帮助一切众生咯解脱生死。所以各位爱用种种的神卡方便办法会，该开讲吃饭。所以现在如果有同学会，你另外去参加，你话我参加要同啊，我伫厝念佛就好啊。那你不慈悲？为什么？因为跟你斗阵啦，然后有才有机会跟你讲一寡故事，互你了解这个道理啊。所以心里啊、哦，一直这样发愿，而且这样去做。再来，我要拜托各位啊、哦，都摕一寡漫画书啦，那应该真好。你去领导门口嘛，本一个一天本十本嘛，好，好唔好？要本来举手。一天分十本就好，搁甲伊介绍一遍，安尼啦，搁甲拖去食寿司，请伊。啊，你要个教，你要慢慢来甲影响，你要这样子啊，你要去，不然佛教要谁推啊？佛教要大家一起来啊，你去帮助众生，你才可以帮助自己啊。所以你不然你没有福报，我每天待在家里，我待在我的精舍，我待在我的佛堂，那不行。好看安尼，想康想胖，就是要安怎帮助别人，了解吗？啊，要积极，而且要有这个愿。第四，见有雷劣，不舍忍辱。咱看到较痛苦的，乃至呢较不完满的人，我们不舍忍辱，不舍弃他，不依受苦，辛苦啊，垃圾。安尼，你买一个。现在我看到很多养流浪狗，救流浪狗，那老灰啊，慢慢那个狗，那个救起来，他们都不是把它放在那里啊。那些美国小姐，我真的很感动。那只狗啊，臭到要死，他就把它救起来，把婆婆开车，这样啊。安慰他，安慰他，让那只狗不会怕，因为他说放在后座，狗会怕。那人要安慰他，那只狗很 cute， 他垃圾那些老灰嘛，来安慰他，还把金没你把金看看。那个皮就走到你裤脚，但是他不舍忍辱。为着听诶，甲抱诶，吼、哦，慢慢安慰他。诶，个洗身躯搁个教呢，对不对？诶，买一个洗身躯，然后这只狗该听个，未惊变会惊。然后呢，再给他送给别人，还个听几啊遍呢。所以一只狗啊，如果对方赏野狼，搁瞪来看一只狗啊，哦，一狗啊就看到他本来救他个婆会考啊呢。但是做这个菩萨，不是为了爱狗啊，才救狗啊，是每一只众生。那是救着用的好是要送给别人，要这样不舍众生苦，去忍受他所有的痛苦，去包容他。各位，佛经好不？哎呀，所以你一定要点点看啊！我已经比较简单的把它整理成那么小本，那你来看整本的经典，你也背开条，看起透。佛陀太伟大，但是唔通跟他看，念一下知行合一，怎样爱去走？啊，把理论化为实践的行动，要去实修啊！希望大家把这一本《慈悲普心菩萨行》对头阿伯也该看一遍，好唔好？看去思维，免他去做。啊，呢，咱活了就有意义啊！生命本身就会痛苦，心若变细，像人像人未破病，爱人也会离开。但是了解世间就是如此，那生命的意义在哪里？生命的意义就是要幸福。那成佛目的什么？要慈悲。那你起码得要开始练习慈悲啊！起码是透过众生的苦，甲众生伤害你，你去修忍辱、修慈悲呢？那将来你确定成佛啦，你才好得究竟帮助一个阿弥陀佛、有殊佛啦呢，能够让众生到你的净土啊！那你现在虽然没有净土，刚刚讲了，来把众生放在心里，爱护他，呵护他。如独生子一样，这叫做入如来一子之地。释迦牟尼佛就每一个众生听他心里底，拢是跟他孤囝同款，这样去疼惜他，啊，去帮助他。所以，那各位要开始安尼去练习。所以，那各位要开始练习，练习让众生入心吧。啊，你要先这么做啊，每一个人行头前诶，然后。坐在车顶的，你爱该藏在你的心肝。你起码坐在车顶，要五分钟、十分钟，
二十分就要落车，你唔好放下伊，了解吗？你就要个，提放喺心肝，甲伊关怀，甲伊爱，然后甲伊念经，甲伊拥抱，因为修道人伊个要离开啊。念一下，我俩没有明天，我活在当下。你看我今日又拍拼了，我逐工嘛呢？尽力的去关怀对方，而不是个人的关怀。这是因为是佛法，佛法让我们知道正确的关怀的方法。所以关心仁波切啊，关心出家人啊，关心在家菩萨，给你放鱼啊，关心鱼啊，啊，这世间所有的动物，咱拢爱关心。所以各位，你要发这个愿，要发这个愿，你肯定没来，逐工住咧屏东，台湾走透透。世界遭套讨，法界遭套讨，第一个归得不舍忍辱，爱跟到底啊！爱去帮助因，爱去接近因。你若无去接近因，你无多去帮助因。千万不要用个性来代表修行。我比较不喜欢讲话，我比较孤僻啊，我喜欢静静的，那是你的个性。我们现在佛怎么做，我们怎么做？就当然你要学观音菩萨。或是你要学地藏菩萨，你要学普贤菩萨，即代护菩萨、周书台顶，都是示现给我们看，如何学他耐得起孤独，哇，如何学他去受苦受难。那你要经常去思维，然后转化自己的心态。我们大家观修大悲心，愿代众生苦。所以各位，你修到两阿弥陀佛，你都免惊下地狱，好不好？接受伊的甘苦，咱替伊劳悔。咱退一红八赔，咱退一红台，因为咱过去咱对不起啊，众生的苦拢是咱对不起。做这个菩萨，这世间只要这个众生的苦，迄拢是咱欠伊的，咱退伊受苦。啊，这个人抬死人，你变那个超多，啊，你退一红台，啊，害众生的罪，啊，对方的冤亲债主喊你这变怎？我退伊冤亲债，这冤亲债要迫害伊的感情，要互伊着感情，我来退伊着感情，用想的，用你的心。用你的慈悲心去感受伊的不完全的心，安尼就该转化啊！然后你愿代众生苦，所以咱一心念佛，在咱的身躯咧代众生苦，咱的身躯咧接近众生，咧救众生，去地下去用烧到要死。我即马跳到火内底十分钟就休息，但我十分钟我都救五个出来，救完家己休息啊！不然呢，你无法度救迄五个，同救五个。啊，佮四个过来投胎，啊，这边佮救我诶，啊，就这样一次进进出出，在火焰里面救度众生。但是菩萨必须利用这样来不退转，来达到永恒。所以各位要这样子念佛，要有这种大悲心念佛，来圆满佛陀的愿，普度众生。然后众生呢，滴滴滴叩，滴滴滴叩，所以来，南无西方极乐世界，大慈大悲。救度众生，接引众生，莲花现前，同生净土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好，各位，下辈子哪里见？极乐世界，跨向啥卡扎克？但是去极乐世界不是不回来，希望早一点回来，好不好啊？大家一起利益众生呢、啊，因为呢，这个世间即嘛真无量，毋是叫咱放弃这个世间，利用这个世间的种种的痛苦来消除咱的贪嗔痴啊，来害众生者，害完消灭贪嗔痴，尽量。然后呢，广修功德，爱拍拼拍拼，各位教各位做演讲、供水、点香、帮助善巧人，拢去做。然后呢，发菩提心，回向西方极乐世界。底下念几遍：东观众生，愿生净土。啊，所以各位，你爱介绍给人听，但是为了要介绍给人听，你爱做一个给人袂讨厌的人，好唔好啊？给人真爱亲近你的人啊，所以你要有魅力，你要有吸引力啊，你要有人缘，你要有法缘。即马路边流浪狗十几只，看到你拢有魅力，你成功啊你！起码鬼看到你拢围我来，你成功啊？因为你可以渡他嘛，所以各位你不要怕，哈哈哈，莫来催我。你还讲做你来，
来，请入我心来，我爱你在心坎里，进你的心你不会痛，到你的身体你就会痛，了解吗？因为进你主动打开你的心，它就不会附在你的身体。啊，你听有无？你们人家用卡条条哈，因为你心肝关起来之后，附在你的脚，让你都要摸一下烧啊，让你都要咧感冒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求你，你的门关起来了嘛。所以很多人说，哎、欸，那么人去蒙阿波，讲这个话无自卑，你还困在蒙阿波啊？你要把坟墓的众生放在你心里安尼就好了啦，然后你就去转化它。但是如果你关掉你的心，没有悲心，它就只好卡到你身体上来，这样就没意思。但是人的心母好多堆偌济众生，你们这边无量无边，一切众生皆在我心，弥陀亦在我心，净土亦在我心，那你就交给阿弥陀佛吧。啊，但是千万不要漠不关心，啊，千万不要自私，安尼好冇？咱从功德，唔是今日的功德，过去所做，今日所做，未来愿做，一切功德，拢伫水内底，而且水，像个到个每一个所在，啊，也进入石头啊，进入海边，艺术工。来，念这边，累世累劫，父母祖先，远亲借住，同享功德，安尼哈。因为水有法都变安尼，变空气，变一切云，变下雪，所以它融在一起了，融在一起了啊啊！所以小段的恁等于买提一罐，提一罐啊，提一罐，啊你买弄下倒个清气清气，好冇？好。生命电视台的存在，代表佛陀的教法及慈悲，让大众能够感受到。感谢各位收看生命电视台，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。护持账号：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：生命文化基金会。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台大医师黄立明，今天就来跟大家示范如何正确的执行手部卫生步骤，请跟我一起来念口诀，只要轻松记住这些步骤就可以了。口诀包括内外夹弓大力完，只要记住内外夹弓大力丸的七字诀，就可以做好手部卫生，守护你我的健康。不同姓氏的祖先可不可以写同一张牌位？反正我们牌位不要钱，就分开写好一点啊。因为有些人说爱情都不好懂，因为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有一个位置嘛啊。就像你去看电影，然后一个位置叫你们三个挤在一起，你会生不生气啊？所以一个牌位能够写一个牌一个祖先啊，或一个系统会好一点啊。往生的朋友可不可以跟自己的祖先写那个牌位？那最好不要分开，最好一点。